我问着他，是谁错过在不安的时刻，没有来的叹息，前面的羊，我没有他做什么。二，霓虹灯，一站一居。晚上我回到咖啡馆，外面它的招牌已经点亮，是一个粉红色底白色的长方形灯箱，它的四周有一圈一闪一闪的彩色小跑灯，还有那个神色黑橱窗上也是亮着红色霓虹灯，两个都写着白咖啡，顿时让橱窗显得比白天还要黑，完全让人看不到它的表面。我推开门，招呼接待我们的男人叫我们坐到柜台的后面。工作很简单，是当客人进来的时候站起来说欢迎光临，然后给客人端一杯茶和一块毛巾。柜台很高，当我坐着的时候，我看到咖啡馆里面的东西，里面有一个小冰箱，一个洗手台，有咖啡机，一个烧水器，还有一个小桌子，常常一群一两个人，我们就挤在小桌子旁边画画。别今天就不要掉到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艺术来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这里哦，可以用更自然的方式，可以把这些木子发展出来。对，我喜欢自然的方式，因为有时候刻意就很刻意。对。这样讲起来很轻松，可是蛮不简单的。就是做一个作品，就是不露痕迹的作品，就是看起来像反正是这个样子。所以本来这个样子，就是要经历过很大的曲折。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在台湾来说的话，我们有时候会问说，比如说像这种类型的创作，我们从回到讲艺术哲学还是讲理论也就是说这种的作品，我们用什么方式去理解？这实际上很简单啊，我们的整个艺术传统当中有表现主义你就想说，在表现主义传统当中啊，这个中国传统。会好的表现主义，这个什么西方现代主义以来的表现主义啊，都有一个就是说认同自己最内心最诚恳最真诚的那一个个人的体验的直接放在作品当中，可能是一幅绘画，可能是一个录像作品。那所以我觉得我如何理解像这样的作品，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主义创作。这样子可以吗？我来讲理论来讨。对这个理论啊，就是大家不太熟悉，说这种作品，我怎么样子跟传统的作品，跟我熟悉的这些作品，要放在一起，我就把它想说，它其实就是表现主义啊。那你从这里头也可以重新把传统的表现主义重新拿来读，我就跟他说，这个艺术家是男人，然后呢，他所谓的表现自我的对宇宙的情感，对这个。